草莓我放，辣条我放，我炒我炒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我的草莓炒辣条吗？老师让我做创意菜，那一定要跟平时的不一样。有了，臭豆腐我放，螺蛳粉我放，还有这个东西，嘿嘿，我炒我炒。完成，我最讨厌吃青菜和月饼了，那我就要把它们两个做成一盘菜。青菜我放，月饼我放，我炒我炒。完成，咦，太难闻了，哈哈，这下第一名一定是我的了。火龙果我放，甜加苦，苦瓜我放，九转大肠，哈哈，我放。这下谁有我的菜更有创意更特别呢？我炒我炒。完成，凯莉，从你开始。老师，我做的草莓炒辣条，咦，看着就没食欲，嗯，很有创意，一看就吃不下去，创意指数三颗星。老师，看我的，好臭呀，太臭了，没了。我的菜必须是最有创意的，臭豆腐，炒大肠，炒螺蛳粉，快盖上美人鱼，太臭了。哎呦，创意指数四星半。还有我的，你的这个是什么？讲讲，我自创的青菜炒月饼。白雪，你的菜也太普通了。嗯，目前为止你的菜最普通，但是创意指数两颗星。啊，才两颗星啊，哼，不服。安娜，你从开始到现在都不说话，你的创意菜是什么？我的是火龙果炒苦瓜，炒九转大肠。啊，救命啊，安娜，你。天哪，我就说我的是最有创意的，老师，我是最终赢家吧，你跟美人鱼你们两个。安娜，创意指数五颗星，哈哈，太好了。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我的菜里面放了什么吗？你们觉得谁的菜最有创意呢？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。